还有你也先打到他。尾圈位哦，这边 DF 就不急了，拿排位分哦，我觉得很好。报告，我想去看一下裂隙。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拒绝，拒绝，你要站好，你站着就好。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什么？站在这里就好。郭大兵，乖，不要乱跑。不要，不要，不要。两个就跟你讲不要，我也说不要。等你待里面看三小啊，这个圈是看三小，这个圈给我好好的稳住资源，最后再做一波缩头就好了。不要。Hello， 大家好，我是 Restia。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再麻烦你订阅我的频道，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谢谢你。这里要卡住右左侧。卡住左侧，右侧没人，可以去黄区那边吗？他们想要去捞分，这个选择是好的。打起来了 ，Chrysler 控制 FCT 出来都死了，完了，是亚美。靠！这因为这边清光以后，你左半边就没压力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play， 只是要打慢一点。很可惜，三血收掉了吗？差一点点。别丢！两个队，没有人倒，别丢！回来，屁股有人。完了，屁股被压了，这很尴尬。拉一个蜂王，他们想压过来，你可能要大招丢了。好，这要丢大压对面位置。右边有人，我丢大招。那一队反应很快哦。拉一个大点，右上方一个打野。真尴尬了，被拉到低点了。哇，这边 IBG 打得好。那这个就是这个 lobby 难打的地方。对手太强，对手也很强，对手反应超快，他们一放位置就这个位置就直接被拉掉。我得走，走。我有146，哦哟，可以被放。我举盾了，这边是瓦西，不要动，往回走。太拉人。我可以换我的家，他家了。可惜了。啊！不要全部过来！不要全部过来，拍桌。完了，有鼻音梗图了。后面的人就看点。这个确，我说的往前靠。完了，好像柯文哲哦，棒！不要放点，不要放点。我很专注前面，你就问我要不要过来，要不要过去就好了。这个百弟说的对啊，这里真的是百弟说的对。他们不应该放点的，白帝没有叫他们过来啊，你懂吗？跟他，我就到他们三粒狗烟，他倒了一个，剩两个 ，D F 34粒狗烟，那你怎么坚持了一个？14D，好开心哦，14D。我可以把你变掉。哇，这个捡得到哎，这个头捡得到哎，这头好捡得到哎，有机会吗？他笑得像个孩子。开心了，还笑成这样。这个是超开心的，这是第一捡到一颗。这个塔上面有人，应该我知道。A few moments later， 这里有人，这里有人，有人对，有人贴近点了，有再近点，拉大链，地平线组，这个很重要。往回拍，推了。关键局，别杀一个，被吸了。玻璃不要死，这边就只要不死就好，不死就好，真的。再包一个点，全我再全。差点出事哦。拉大补的，有没有大补？给我推我。打五十，帮你。我有，百弟做到事了。往回说。OK， 后面还有，知道。等我，过来。等一下，可以救。先救！有雷吗？已经丢了。你可以去尝试。我 Q 一个，帮你跟我。好，我看我跟你。他们刚打完。好，有雷吗？补血，没有，没雷。我想 pick 一波。你自己注意右边两个。我打药，我没进去哦。他上屋顶。我们能不能一起推过去？等，我吃一本书。好，这里打稳了，不需要挤一分钟，慢慢来吧。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屁股抽。好，我现在只不确定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倒人，没倒人好像，三个人。五十四 ，OK， 吸个大，没，90，他们就在这个头上。我被 Q 到了，我往回抽了，看我位置。好，这边可能会乱哦。这个吸要打50，连上，我帮你加。屁股来个，来直接跟我放。屁股两个。你们有几只套？有几只套？你回头干嘛？干你娘嘞！你直接冲啊！我让你冲了。
我扛第一排了，我让你们冲，就两个人冲了就对了。讲的没错，讲的没错，但是队友没跟。这场至少要四五分，至少要四五分。那我还有两个雷哦，很衰了。我一个，这里打最稳就好了。我觉得打最稳真的不要去贪那个吉他分，直接打一个纯排位。这个我过去哦，我也过去吧。好、啊，我踩屋顶看，我踩屋顶是可以，没有这个是还是一个好的打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现在的时候就有不妙的预感，你知道吗？要打吗？啊，不会不会，可以。哎呦，这个雷！我再丢雷声滚滚！去！你们去！这边个瓦基玻璃，他最假了。里面看不到，小心吧！我没跟你们，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哦。好，拿电，这里，这里拿到一分，关键局，关键，这最后一个他走不掉的。正对仰下来。好，我回来找你，回来一点。我没点包，我追回去。他打烟给我，他对我有想法。OK， 我直接回来。他对我有想法，涛哥那个屋顶去一个，涛哥那个真的很好笑。我要去吗？还是多我？红甲，我拉满，我炸到一个，这里炸那个，可以上去，可以上。哎，我翻下来，这狗，这狗啊，完了，哎呀，这狗残的。剩另外一组在。旁边还有一只，我再帮你看。我听你讲。我能不能上？好，打呀！觉得要分散一个那个风险，好吗？拿喷晕喷啊！要活着，冷静！那秀身法，秀你妈呢？秀你妈呢？没气体的，我一开始被追了，来，没了，往上走吧，要往左上，走一下，等等再考虑飞，走一下，石头没飞了，刚被断了。等一下，先慢走，不要走那么快，慢走。急别急，小心点，右前方。慢走，七分，三分，七分。好。上面再打，去尝试一下，去摆地标点那个位置，然后打他们侧身。可以，我开空投，后面有三个人哦。屁股跟过来、哦。左下方跟过来。我想往右上再走。然后把这里清掉好不好？把这里分都拿了。第六名，再活一名。慢走，脸上。踩着上面，他看见，我去旁边了，我可以开盾，这够吗？可惜，一分三四，为什么会掉下去啊？你就飞上去就好了，你到底在啊？完蛋了，白帝，你玩一个瓦基，没有空白键。掉下去啊！这个有点危险哎，这个要看一下整体的分数了，不确定了，我觉得不确定了，危险，但是不确定。GHS 这边要死哦 ，GHS 分数要死，他要死。这个位置，两边互相牵制 ，GHS 不会死，感觉不会死。这个位置，你这边刚好变成两，你看变成两边的互打。GHS 现在马上要死，不然就不行了，紧急。GHS， 我觉得这个位置很难死的，其实就丢到了也没用啊，对方不会推他们呢、啊。对，你对面不会，他对面在干嘛？你看 GHS 一直拉打，不会死，死了。拉起来了，上面不推吗？这边 GHS， 哎呀！被推了，关键局 GHS 剩两个人 ，GHS 感觉要再撑一下就可以了。完了，别组在搞 ，Onyx 这边也倒一个，看谁先死。皮诺威根基啊，被推了 ，GHS 没了。
哇，那这样子 DF 好像进了、哦。这剩下的都是前十的了，没差了，剩下的都是没前十的。哇，进了，好猛哦 ，Dreamfire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操，这也能进啊？我觉得他没了，这应该进了吧？进十 ，Next game， 我靠，就是 GHS 活了，他们就赢了 ，GHS 活了，他们绝对赢了。哇靠，刚好进十，哎呀，有量。哎呦！快点追！我叫你追！刚好紧实，哇操！太悬了 ！Vex A 你差一分哦。你有他身体这种十分哦。这队可能要去黄，这队可能要去黄，看着看，不要打了。好好，不打。帮你这里报告屁股有一组，在这里。报告屁股有一组。你继续看，真的变波大兵了，靠呀！一个屁股。报告。完了。我直接拉我。丢大。丢大。大刀太早丢了。没差，让我拉满，这里都还可以扛的。这大招这样丢，对方只会等而已。他讲的没错。他那个巨额，自己再过点。OK。都你们桥下，报告我被找了。报告我被找了，差闭嘴。这里过了。报告在桥下。报告倒数几秒。飞雷对，等等看谁打。不要再报告，不要再报告了，靠腰。我要去看那边的情报，你们看好左边，我要脚下几秒。我没子弹了。我靠，打120。我没子弹。好，起飞吗？起飞吧。集我那个瓦基吗？不起飞也蛮危险。我丢大招，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做了？我丢大招了。好。哇，没有指挥哎。我想打房子了。好，我拉电，拉完就走。好。没有指挥，完蛋了。哦，被炸到了！我靠，晚输了。我完了。啊。啊。什么意思？没有，完全没有call哎、欸！这不是我的大招啊，好像这是另一队的大招啊！什么意思？我要真没看懂，这个真的感觉没看懂。他们现在是第九名了。什么意思？没看懂，累了吧，他们累了吧。现在剩谁 ？Luminosity、EXO、Gambler 这场 ，Dark Zero 进了，进了金石。大会报告，看一下。进球。And they went down with 29 points and they got stuck at 11. That cost them the game, unfortunately. That cost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in the finals. 我开心没事，但是我觉得比起开心，更多的是好笑，你知道吗？看我要到底怎么进的啦！报告，这三个真的打累了，你知道这三个最后真的打累了。不怪他们了，真的打累，打一整天打累了。报告机票先不用买。